电影会就为王冠豁达。好啊。问你啊，苏先生和林俊杰选一个。当然是林俊杰。撒让嘿哟 means I love you。变胖10公斤和满脸黑斑。哎，干嘛这样？变胖10公斤，因为我可以运动。出门逛街是素颜还是化妆？素颜，因为我喜欢舒服自在。推荐你包里的3个必备好物。我的包里每天都会带，找找看 ，Sakura 的 sunblock， 还有，我最喜欢的 face mist， 另外一个就是 lip balm。最近很多人有 acne 的问题，有什么解决方法吗？可以试试去 Sakura 做皮肤护理。告诉你们，最近他们有一个超值的配套，10次 Japanese facial 只需要388。没有，真的，他们没有 GST， 也没有额外收费，只需要388，而且他们的顾问非常专业，效果也特别好。顾问会帮你做1:1的皮肤扫描，了解皮肤问题，调配你的护理。每一次都有深层洁净、补水保湿、清理黑头粉刺，还有锁水修复面膜。刚做完 facial， 好舒服，感觉很干净、很清新、很清爽，怎么样？有没有亮？而且还乖乖的哦。最重要的是，现在10次护理只需要388，每个月只有50位新顾客可以买哦。还在等什么？赶快预约吧！